谢谢大家，谢谢，谢谢大家。这个我们这次的主题是解除隔离，解除隔离。然后这个我们会带来我们在隔离期间做的歌曲，然后都会跟隔离有相关。像下来接下来要表演的这一首歌，谢谢，谢谢你，谢谢。都还没讲话就先尖叫了，我也爱你，我也爱你，我也爱你，谢谢 ，I love you too。等等送你贴纸哈，好不好？谢谢，谢谢。然后我们这个跟隔离相关，我们这首歌隔离就是在家嘛，我们做一首歌叫做 Home Pa， 对，就是隔离不一定是不好玩的，我们在家里面也可以举行一些 Home Pa。好 ，OK， 好了，大家不要再迷惘的看着天上，跟看着台上，雨还是会停的，只是不是现在，稍等一下就停了，好不好 ？OK，PA、OK, 大哥，第一条 Home Pa， Let's go。然后今天你没有必要。我在 Wiz Khalifa， Oh my God！ 他们问我为什么，但是我跟你说我不能讲，因为这是台湾。啊啊！台湾！你这些小兔崽子，什么都不懂，大放厥词，是你吧，力哥？下来 party 好不好 ？I got a lot of shit， 谢。虽然没有下过届，借。他们对我说声谢。带到大卫家里，耶。谁不认识高玉？时空胶囊带到家里，没再聊点大屁。呈现黑人生活，我过去写着怀疑。这是沟通的语言，通常就是尺度大意。一个、两个、三个，其实没有关系。四个、五个、六个，像在弯头拉鸡，小的不会分你。养的都是身体，养的高玉，照顾你的心理还有生理。谁要骗子举手一下？小巧思呢、啊？我长过长进，人家口罩多，更口袋。这个两个礼拜领一次，这次是领到紫色的。嗯、这个大家现在还有在领口罩吗？有。那个两个礼拜一定会去领吗？不一定啊。但是现在听说又有第二波，让那个大家都很紧张。但是我们台东这边应该没有了、大家好山好水。而且我们这个听说现场有很多，我们现场没有八月生日的朋友，一位、两位、三位，他怎样？四位、五位，竟然假啦！不要骗啦！
身份证杀出来，身份证杀出来，给我卡比贴出来。一二三四，还有吗？还有吗？还有吗？这几个哈，好了，因为好像知道今天有很多我们八月的寿星，我们全场一起唱一下生日快乐歌，可以吗？这两 gay 啊，好啊好啊，一二三，祝你生快乐，他倒下嘞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祝你生日快乐！有这个，谢谢谢谢，掌声加尖叫给自己。我八月的寿星，哇耶 ，Happy 血了哈 ，Happy 好，接下来这首歌，这个应景也是应景，我们都是完全依照现在的状况，但是这首歌比较不那么 Happy 了。不是讲不那么 Happy 啦，是讲哦，这个有一些临界的朋友们，把现在唱歌好听啊。哦，凶！哎，起码七月份，啊，就是七月份啊，哦，够耶，多出来啊，放假没 ？OK，OK， 好了，大家就哈，那个听一下，我们到抱持着敬畏的心理来唱这首歌。PA 老师，模型啊 ，Let's go。我是哪？我是哪？
这首歌叫《摩西娜》，接下来这个我们每一年都会来台东的时候，我都会找一个朋友，他曾经是一个那个误入歧途的少年，曾经也在铁花村打工，然后因为在这边喝酒闹事打了人之后，被抓到警察局之后就没有做了等等，他的人生非常精彩，非常的糊涂。他的名字叫做，他的名字叫做阿炳，哦，这首歌写他的故事。PA 老师，阿炳 ，Let's go。台湾人啊，台湾在做。尊重是大观念上好，台湾人啊，台湾在做，社会美甲开起来做，台湾人啊，台湾在做，尊重是大观念上好，台湾人啊，台湾在做，社会美甲开起来做，你绝对会做少年老板。爱为人生弄到拼落，生命若草，活命若狗，食饱我腰间乌那行那走，星空也讲心断，共庙出位意。哎呦哎呦，人过十五更叫东风拢通彩啊！哎呀哎呀，人阮是富车到雨伞男的。哎呦哎呦，开面草发布同雪拢叫伊发。加强加强，对心草味吐舌，真卡起那个土地，但人高贵不神奇，心灵尊严的宝贝。嘿，春风少年听办大地出看电视，总是走来才是观察无人的味。泡面开来才重要，客比看牌技。山神这边车往来紧，少甲人紧。拜车拜车拜车，阿明爱着阿明查某囝，迄煞来你嘛烧钱，去迄煞烧钱是为买路去，无来无去无代志。我上拢来，有来有去因来去，我随风来嘿。台湾人啊，台湾在做，尊重是大观念上好。台湾人啊，台湾在做，社会美甲开起来耍。台湾人啊，台湾在做，尊重是大观念上好。台湾人啊，台湾在做。台南的魏买家，谢谢。